大家好，我是香港自然环境会分行 Kevin Ho， 今日带大家睇西九龙上车天堂四小龙。我而家身处长沙湾荔枝角道，呢度前身系顺德船厂。随住西九龙填海工程，由2003年开始，四大屋苑星月居、宏景台、宇晴轩、碧海蓝天相继入伙。2010年，港铁更为四小龙增添荔枝角站多出口，令呢一区交通配套更上一层楼。今日为大家介绍星月居，基座设有商场，近连接港铁荔枝角站多三出口。事不宜迟，马上带大家睇睇件笋盘先。我哋而家上到嚟星月居两房两厅嘅单位，实用面积523尺，楼底四小龙入面之中最高噶啦，足足有成10尺。呢只积喺四小龙入面两房嚟讲系最抢手嘅，因为大门入到嚟冇走廊位，亦都可以尽用到饭厅嘅空间，而饭厅亦都附设对流窗，增加室内通风。另外，我哋睇睇客厅，方正实用，放完梳化同电视柜，空间感仍然十足。厨房附有洗衣机、雪柜等设备齐全。浴室亦附设窗，非常通爽，唔使怕潮湿。客房间隔市正，可以放到双人床同衣柜。主人房面积亦都非常之大，可以放到张5尺阔嘅双人床之余，仲可以做到三边落床，亦都有一个衣柜位可以放多一个8尺长嘅衣柜。今日带大家睇完星月居两房，如果大家对呢个楼盘或者四小龙，甚至乎西九龙二手有兴趣嘅话，都欢迎随时联络我 Kevin Ho， 我电话号码系90791344，下次再同大家睇相盘，拜拜。